寂寞小姐相许，小是今天就走。公子一路小心。我天官的来信写得明明白白，学生不能蒙不白之冤。 文必正，你到底招不招？实在冤枉，实在冤枉！斩草除根，斩草除根。我一定要替他伸冤报仇。有志气，有志气。 大人，文必正乃是暴病身亡。哼，杨虎，看你言语之物必有隐情。